PTT 实业方 PTCC 为了确定可以联系到用户，经28日凌晨起要求使用者重新填写联络信箱，甚至将所有用户强制登出。不过不少乡民依照公告填好信箱后却迟迟收不到验证信，因此气炸灌爆 PTT 实业方的脸书官方账号。 PTT 实业方今日凌晨在脸书发文提到， PTT 在2年前新增联络信箱功能，用户可以用来重置密码以取回账号，收到密码异动、信箱更改以及异常登入等提醒讯息。然而至今仍有许多使用者未填写，或是所填写的信箱是学校或公司信箱，一旦毕业或离职，该信箱就被收回。 PTT 实业方有鉴于此，一次性要求所有使用者填写联络信箱，若您先前已经填写过了，将会需要您再次确认并填写能够长期持有的信箱。最后 PTT 实业方也建议选择联络信箱时能够填写长期持有并定期查看的信箱，一旦失去您所填写的联络信箱，被机构或学校收回，您将可能永远失去 PTT 账号。贴文底下吸引大量回应，不少乡民都气炸了，我的信箱是20年前注册的，现在已经没再用了，要怎么登入更改？为什么不事先公告？这是在搞大家吧？请问负责这项业务的人有脑子吗？我怀疑没有，快5个小时还收不到验证信，看看这烂系统是不是烂到我起床还没收到信，半夜发这种文会不会太搞人了？而且还是连假期间，我账号用了超过10年，既然验证信不想寄来，你们就删除我的账号吧。也有乡民提到填 HiNet 信箱收不到， Gmail 马上收到，使用 HiNet 信箱的赶快换一个，会收不到验证信，换成其他信箱秒收到，用电脑比较不会断线。 Gmail 秒完成，Yahoo 信箱秒收验证信，用手机登录请用 iOS 系统比较好操作，刚刚用了大概30分钟，用 Gmail 收验证信很快，建议大家在等验证信的时候先停留在网页那边5分钟左右，我自己是2次都5分钟才收到，这样才不容易断线。